안녕 여러분, 미라예요.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几个去韩国旅行嘅时候可以用到嘅实用韩文。咁虽然而家韩国嘅好多观光地大部分都会有晒中文、英文、韩文同埋日文啦，但系咧我以后落嚟要讲嗰几个韩文咧，全部都可以成日用到嘅，同埋识多几个韩文旁身都会方便啲啊嘛。咁以后落嚟嘅韩文咧，全部都系会用 주세요 嚟做结尾嘅。주세요 本身的意思呢就是请你帮我做些什么什么，或者是请你给些什么什么我。那好了，我们开始了。好了，首先就是无论你去餐厅吃东西或者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呢，你都会想叫人推荐一些东西给你。那韩文就是추천해주세요，추천해주세요，추천就是推荐，那整个意思就是请你推荐一些东西给我。好啦，然后你揀啱晒你要畀钱嘅时候，你想问佢有冇折扣呢，就係 Halin 해주세요， Halin 해주세요。 Halin 就係折扣，成句意思就係请你畀啲折扣我。你其他铺头卖嘢或者係餐厅食嘢，无论你畀信用卡或者係现金啦，大部分呢都係唔会畀返张单你嘅。如果你想要返张单呢，单嘅项目就係 영수증， 成句就係영수증주세요， 영수증주세요。好啦，咁你俾完钱，你想叫佢分开啲嘢放咧，就可以话따로따로해주세요。따로따로就系分开啊，各自各咁嘅意思。咁成句咧就系请你帮我将啲嘢分开。따로따로해주세요。好啦，咁你去完 shopping， 你去到餐厅嗌嘢食啦。如果你或者你朋友唔系好食得辣，你想叫佢少辣嘅话咧，你就可以话덜맵게해주세요。덜就系少啲，맵게就系辣。成句意思就系请你帮我整得冇咁辣。덜맵게해주세요，或者如果你直情系想走辣嘅话咧，你就可以话안맵게해주세요，안맵게해주세요。不过以我经验咧，韩国人对辣嘅定义同埋我哋香港人对辣嘅定义咧系非常之唔同，所以无论你系叫走辣或者系小辣都好啦，你最后一定系都会觉得辣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建议你都系嗌多啲水好过啦。咁你想叫佢俾多啲水你咧，就系물많이주세요，물많이주세요。去到韓國一定會吃燒五花肉和燒貝殼啦，咁有些餐廳咧就係用炭爐而唔係用嗰啲自己可以熄火嗰啲爐嘅。咁喺嗰陣如果你覺得太熱，你想叫人拎走個炭爐嘅話咧，就係불좀빼주세요，불좀빼주세요。咁如果係相反，你想叫佢俾翻啲火你咧，你就可以話불좀켜주세요，불좀켜주세요。好啦，以上就是非常简单的几句实用韩文啦。咁希望大家记住我啱啱讲嗰几句韩文，然后喺韩国玩得开心啲啦。如果觉得呢条片帮到你嘅话，你可以俾个 like 我，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继续睇我其他片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안녕。